大家好，我是赵姐，今天每年回去赶集，每年也需要的物件。这都来赶集的，哎呦，堵车了，等了有个半小时了。看看还老远，看后边还老远。吃火锅的，这个是这样的，这啥的？这叫驴的，是啥的？不锈钢。给你钱，给你钱。钱呢？火锅。24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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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要到家背背到吃去，菜条面咱自己吃的是的。奶奶爷爷，你们回来了，看恁买的啥？你看吧，我买的啥吧？啊，就买的年前用的。哎呦，买了一个香炉子，看那个香炉子好。买腊萝卜。买腊萝卜。姜。买了个新电磁炉，啊。买个电，买地瓜子，还家买的花椒茴香，买的菜啥锅的。买了个吃火锅的火锅，鸳鸯锅。嗯。哎，没喝多少。